大家好，我是 KK，他是 Elon， 欢迎大家来到 Chicago。Chicago， 我懂了，他是说欢迎大家来到芝加哥。芝加哥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在40年前，原来的名字叫做小芝加哥，具体到底在哪里呢？是5号 Palmer Avenue Kilburn。我们很好，那么一套全新的房子，独立的产权，然后距离 Prospect 只有一条街。接下来大家看视频。好，这就是大家看到的视频。这间房子呢是独立的产权，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厨房和浴室，3个超大的房间，然后呢2个室外活动区和2个室内活动区。如果你是海外买家，你也可以享受到买套这套房子的，因为你可以这个政府会批给你的批文。那么呢距离市中心不到7公里，距离 Costco 只有800米的距离。如果大家对这套房子感兴趣，请赶紧跟我们联系。我是王一林，这是 KK， 咱们下次再见。